近期，有关组织及某某缅北吧，但帮某某中文网某某之窗，在网络上多次发布虚假不实信息，污蔑抹黑我佤邦，公然为其他组织助威，发布针对佤邦南部地区的军事攻击意图。疫情当下，仍然一意孤行，故意制造地区紧张局势。我方严正警告相关组织及媒体，不要企图挑战我方的底线。我方将坚决反制，勿谓言之不预。针对网络上的言论，近日我佤邦南部171军区在某地开展了战斗拉练，将佤邦南部171军区调动机动部队进入778旅防区备战。我们在此严正声明，我佤邦南部地区全体军民已做好一切战争准备，佤邦南部171军区全体官兵有决心、有能力，坚决守护和捍卫我邦南部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我们不好战，但也不畏战。如果有人或某组织企图对我们动武，我们绝不退缩，将给予敌人迎头痛击。我们有必胜的信念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这就是我们的原则。